龙哥说扣200，哎，不专业，哎，打麻将不说扣200，哎，那你跳了，哎，时间，哎，时间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哎，抱歉。Oh,
高中的时候不听妈妈的话，曾经给她惹很多麻烦。啊，不要讲那么多了，送给在座，不管是已经成为人母，或者是未来即将成为人母的伟大女性们，这首歌献给你们 ，Just for you。唱的是西班牙语，我觉得这种阿根廷跟这种阿根廷跟巴西有输了以后，我的人生已经没有希望了。